新东岭内所有的帝后陵与顺治帝孝陵的神道相互连接，为何只有同治帝的惠陵孤零零地待在东陵的东南角？敬请关注揭秘清代帝陵之孤独的惠陵。位于清东岭的东南角，有一组坐北朝南的建筑，这就是同治皇帝的惠陵。同治帝19岁驾崩，他的陵寝是由母亲慈禧太后所建。由于没有建设石像生和神鹿，同治帝的惠陵与顺治帝孝陵相比显得十分寒酸。关于惠陵规制的缩减，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因为同治皇帝生前生活不检点，做了很多让皇家丢脸的事儿，而且也没有生育子嗣，因此慈禧就把他孤零零地葬在了清东陵的角落里，让死后的他反省自己生前的错误。那么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史实呢？孤单的同治帝惠陵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寅先生引领我们一起走进同治的陵寝，探索传奇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揭秘清代帝陵之孤独的惠陵，敬请关注。大家好，今天我讲同治皇帝的惠陵。同治皇帝啊，名字叫做爱新觉罗载淳，他是咸丰皇帝的长子啊，他的母亲呢就是著名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那么同治啊，6岁即位，在位13年，19岁去世。他死之后啊，被葬在了东陵的惠陵。惠陵呢，是一座孤独的陵寝。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这个位置就非常的孤独。那么惠陵在东陵的东南角上，啊，你说要在中间，我能说它孤独吗？它在东南角上，这个位置好像一只啊离群的孤雁一样。按理说呀，惠陵这个地方同治皇帝完全可以避开它啊，因为啊按照乾隆皇帝早年规定的朝暮之制这样一种制度，他不应该在东陵啊，应该在西陵去建。乾隆说了吗，父子分葬，朝暮之制，他的爸爸咸丰皇帝在东陵的定陵，他就应该到西陵去呀。哎，所以同治皇帝可以避开这个地方，干嘛要用它呢？这恐怕原因呢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西陵的风水，慈禧怕没有看上。说当时他们也知道应该去西陵选呢，所以就慈禧派出了王公百官文武大臣到西陵去选择风水。他们选中了一处叫九龙峪的风水，这地方不错呀。但是为什么没用呢？啊，这些人呢，居然找了这样一个理由。我们看怎么说的。现在看得九龙峪，随自永宁山来脉，而局势已到风水墙外。说不，我们之所以不用它，是这个风水呀，它已经在风水墙外面了，所以没法用啊。这个理由很牵强，啊，可以说不是一个理由。那个风水墙是边界吗？你风水墙随时可以变化呀，东陵西陵都是那样。早年建第一座陵寝的时候，你那风水墙有那么大吗？啊，后来随着陵寝的增多，风水墙才逐步的外扩，它是可以变化的呀。你干嘛拿风水墙来说事啊？这里面一定大有缘故，啊，所以这不是一个理由。第二，就是慈禧训以母子私情。我们说这个慈禧跟同治皇帝那不娘俩一直不和吗？两个人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他再不好他也是娘俩呀。那么慈禧一生就生这么一个儿子，就是同治啊，他一生当中就这一亲人呢，所以他最亲的人还是这个儿子。那不过这个儿子啊叛逆于他，反逆于他而已啊，其实在骨子里面他还是牵挂这个孩子的。
那么慈禧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很明显就是想将来呀祭祀的时候方便。你比如到东陵来祭祀她丈夫先锋皇帝的时候，那顺便就看看儿子，那不很方便吗？第三个原因呢，恭亲王一心的怂恿。这恭亲王怂恿这事干嘛呀？原来呀，恭亲王吃过亏，遭到过教训，所以呀，他想用这件事儿来溜须慈禧。我们说这个慈禧跟奕欣不是政治联盟吗？两个人当年联手发动北京政变，政治联盟啊，是朋友关系呀。可是啊，他们之间的联合仅仅持续了4年的时间，就分道扬镳了，慈禧就翻脸了。你想慈禧多贪权呢？那能容得下这个奕欣这么样的飞扬跋扈，那么大的权势吗？当年发动北京政变，那奕欣可是集军权、政权、财权、族权四权于一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慈禧能容得了他吗？于是啊，两个人只合作了4年，慈禧就翻脸，就把奕欣啊他的议政王的头衔给撤掉了。那么让恭亲王奕欣更想不到的是啊过去不久啊，到同治13年，他又遭到了小皇帝的教训。这小皇帝就是他的侄儿同治皇帝呀。这同治皇帝干什么了？他教训叔叔啊。原来呀，这同治在同治13年想干一件大事啊，就是啊要重修圆明园。这圆明园那不是在咸丰年间咸丰10年的时候被英法联军给烧毁了吗？这事我们是知道的呀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想起来呀，要重修圆明园啊，干什么用呢？给他的母亲呢慈禧太后养老用。他母亲慈禧退休了，二线了啊，要去找一个养老之地儿，他想起来要把圆明园修起来。可是圆明园那是康乾时期几代帝王经营的那个园子啊，那得花多少钱才能修成啊？所以恭亲王奕欣赶忙上奏上折子，说这可不行，那得花多少钱呢？现在这王朝这么困难，没钱修啊，进行阻止。这小皇帝懂什么呀？怎么着你还反了你了？于是啊，就把恭亲王由亲王降为郡王，他下了这样的旨意。这个旨意对奕欣来说那是晴天霹雳呀。虽然这个旨意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也使奕欣吓了一跳。他这个时候啊才意识到，可是不能得罪了皇权，尤其不能得罪慈禧，要是再这样下去，那将来恐怕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于是奕欣呢这次绝户了啊，他再也不敢得罪慈禧。他甚至于呀想出要找一些个机会哎来溜去溜去慈禧，让他满意一些，这不挺好的事吗？哎，这个为同治皇帝选灵旨就是一个绝好的契机。这件事上要摸着慈禧的脉啊，看看他想要怎么做我就怎么说啊。于是啊，当慈禧问到奕欣的时候，慈禧问他说，你看同治皇帝这个万年吉帝这个陵应该建东陵还是建西陵啊？这奕欣说了，以礼则九龙御护驾，以情则臣下不敢言。奕欣说了，要按理说呀啊，那就是西陵的九龙御。这个礼是什么礼啊？那就是当年乾隆皇帝颁布的朝暮之制啊，这个就是家法，是礼呀。可是以情啊，要按照亲情来说，那我可不敢说了。什么叫亲情就不敢说呢？我们知道啊，王子犯法当与民同罪，向来是法不容情，你干嘛跟慈禧讲情而不讲法呀？所以这奕欣是故意卖了一个破绽让慈禧上当，那慈禧能客气吗？所以他当即拍板把他的儿子的陵寝呢定在东陵。所以啊，我们说基于这么3个理由，即使惠陵这个地方
位置很孤独，那慈禧呀，终于还是一锤定音，把这个位置定在了东陵。慧陵的建筑也很孤单，很孤独。我们说建筑有什么好孤单的呀？我从三点来讲，啊，第一，慧陵啊，它裁掉了神路。神路就是神道啊，为什么叫神路呢？就是人家墓主人呢，啊，神灵走的，啊，就是抬棺材的时候啊，啊，要走这个路，啊，那么他的神牌抬的时候要走这个路，那么活人是不能走的呀，谁踩到他都要被杀头，不能踩神路。这是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纽带的作用，就是用它来联络其他的帝王的陵寝。所以我们东陵有很完整的神道网络呀，以顺治皇帝孝陵的6000米神道为核心，周围的景陵、玉陵、定陵，这些所有的皇帝陵的神路都和孝陵神路相连。什么意思呢？表示是一脉相传，都是这个由顺治那传下来的儿孙呢，所以啊，这个神路它有一个纽带的作用。那么通过神路把各陵连接起来啊，即使在边上它也不孤单呢。所以你看那个定陵也在边上，人就不孤单。那神路连着呢，有了这条纽带，陵寝就是息息相通，就是相连的，就是不孤单的。但是慧陵的神道却被断掉了。我们看慧陵现在择机兴宫，除神路石匠生雇佣修建外，其余均照定陵规制。这慈禧说的呀，哎，慈禧居然把慧陵的神路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给断掉了。你为什么断这个东西呢？那是连接其他陵寝的一个纽带呀，为什么给断掉了呢？两点理由。第一啊，没有钱，还是经费的问题。说慧陵的这个啊预算是436万两的白银，哎呦，这么多白银，对于啊捉襟见肘的清王朝财政来讲，那真的是啊无处筹钱呐，哪儿来的这么多银子呀？没有办法，啊，就向各省来借，啊，跟这个各省的督府们借。您说各省督府哪儿来的钱呢？啊，他们也没有钱呢，就只有托，啊，拆东墙补西墙的事也没少干，啊，所以拖下来，甚至于挪用，啊，这些事儿啊都发现过，啊，没钱，那个修神路，那就是白花花的银子铺上去的道路啊，啊，那开地基呀，挖槽啊，打桩啊，然后又铺砖等等，那非常费银子。慧陵神路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修的话需要修2300多米才能够和孝陵相连，那如果修这么长的神道没有个180万两的白银，那是做不到的。所以你看不修它还需要436万两白银呢，那要修上它再加100万两更加艰难了。所以呀，因为没有钱啊，把这个神路给断掉了。但是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但是不会是最主要的理由啊。那么还有第二个理由，那就是因为阿鲁特氏在里面。那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将来要葬到这慧陵里面呢，她在同治皇帝去世后75天就死了嘛，将来一定是葬在这里面。因为阿鲁特氏和慈禧之间矛盾极深，啊，说这个儿媳妇啊一入宫就注定了将来要倒霉。你说当时啊，这个慈禧不喜欢她呀，不想让她做儿媳妇，至少不想让她做中宫皇后。但是没有办法啊，当时慈安同意，更气人的是自己这个儿子同意，儿子不站在自己一边却站在人家那边上去啊，选立了阿鲁特氏作为中宫皇后啊。所以呀，慈禧非常气愤啊，他甚至于鼓动这个当时的这个惠妃啊，就是慈禧看上惠妃了，他鼓动惠妃，你多接触接触这个皇帝，
就将来了你要生个一儿半女的，把他取代了，啊，经常鼓动，甚至威胁啊，甚至强迫自己的儿子别去皇后宫里面，到啊惠妃宫里，哎，都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看阿鲁特氏和慈禧之间这么深的矛盾啊，就使得这个啊慈禧呀，这个记忆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又非常恼火。那么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皇帝病逝啊。那么他去世之后，慈禧做了一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啊让光绪继位。我们说光绪那是这个阿鲁特氏的小叔子啊，同治的胞弟呀，让他来继位，那阿鲁特氏怎么活呀？啊，这个小叔子继位了，这他很不好处啊。果然，就在啊这个光绪继位之后，光绪元年，他就下了这样一道很不礼貌的谕旨。我们看，皇后坐配大行皇帝，冒主坤仪，着封为嘉顺皇后。我们说这个光绪啊，你作为继承皇帝，你对前朝皇帝怎么能说着封为嘉顺皇后呢？多不礼貌啊！那是人家前朝的皇后啊，如果前朝皇后是皇太后的话，那就是尊封，可不敢这么说话。当然这是慈禧的口气啊。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这种做法就把阿鲁特氏逼得无路可逃，没法活了。怎么活呀？将来光绪皇帝长大了，那我这个寡妇啊在宫里面怎么立足啊？所以这个阿鲁特氏万念俱灰，就在同治皇帝去世后75天自杀身亡，死了。那你看他和慈禧之间这个矛盾非常深啊，极深，不可调和。所以慈禧呀，因为阿鲁特氏在惠陵里面，要葬在惠陵里面，他极有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断掉了生路啊，出于一种愤怒断掉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没有了神路，就使得惠陵失去了纽带，像一只离群的孤雁，非常的孤单呐。啊，又在东南角上。啊，第二，啊，惠陵被裁掉了石匠生，就使得这个惠陵非常的孤寂。我们知道石匠生这个东西就在陵寝的神道两边啊，被雕刻成石人、石兽、石马，很灵动，雕刻都是动物的形象，当然要比那些个大殿呐、这些冷冰冰的建筑看起来活泼，有一种灵动的气息。所以这个石匠生啊，有三种作用，一种作用是镇墓，啊，就防止将来墓穴被盗啊，被雕刻成这个啊石狮子呀、石啊这个石麒麟呐、等等这些东西，那是有镇墓之用。防止墓穴将来被盗。第二，有仪仗队的作用。哎，在神道两边，像仪仗一样啊，多气派呀。第三个作用就是增加了陵寝的灵动气息，啊，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正因为这样，啊，那么清朝的律法就规定啊，清朝五品官以上都可以使用和设置石像生。所以同治皇帝作为这个大清的帝王啊，堂堂的皇帝，那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修建石像生啊。但是啊，他的惠陵的石像生却被慈禧给裁掉了。大家看这样一段资料，惠陵撤去文饰、武饰、立马、立像、狮子，并下丹壁一道，留望柱一对。哎，慈禧下旨给裁掉了，把这些个石像生，那为什么裁掉他呢？人家那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应该给人建呢。那么慈禧的理由很简单，仍然为了省银子，想从这啥省啊。所以呀，把这个灵动气息的石像生裁掉，使本来就已经很孤独的惠陵就更加孤寂。第三啊，光绪皇帝不在惠陵的碑匾上签章，就使得本来已经很孤寂的惠陵就更加孤苦无情。这光绪皇帝
要签什么章呢？在这个碑匾上面，这个事儿啊，得从雍正皇帝说起。说雍正皇帝啊，在这个早年康熙皇帝去世的时候啊，雍正皇帝啊，就在康熙景陵的碑匾之上，神道碑，神道碑的这个碑之上，还有明楼碑啊的上面，啊，还有这个隆恩门、隆恩殿的斗匾上面、匾额上面呢，要盖上一枚章。这个章的内容叫做“雍正尊亲之宝”。哎，就表达是雍正皇帝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对康熙皇帝的尊敬、孝敬、敬仰之情啊，所以要盖上尊亲之宝，啊，尊重我啊敬爱的父亲，啊，盖上这笔章啊，这就成为了一种制度和家法，后世帝王都奉行不替，都用这种做法呀。你比如乾隆皇帝会在雍正泰陵的碑匾上签上乾隆尊亲之宝，表达乾隆皇帝作为一个儿子对雍正的怀念呢。那么嘉庆皇帝会在乾隆御陵的碑匾上签上啊嘉庆尊亲之宝，同样道光会在嘉庆的昌陵签上道光尊亲之宝，那么咸丰和同治皇帝都会这么做啊。所以这就是儿子对父皇的尊敬尊崇啊敬意，都要盖上这枚尊亲之宝，这就有了一丝暖意呀。所以这枚章虽然不大，但是给人一个暖意融融的感觉，很有人情味儿。那么光绪皇帝要不要在同治皇帝的惠陵的碑匾上盖章呢？这事儿啊可得请示。为什么呢？因为光绪他不是同治的儿子啊，之前人家全是儿子给父皇盖啊，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但是这光绪是同治的弟弟呀，那慈禧让他继位了嘛。那么作为一个弟弟，要不要在哥哥的陵寝的碑匾上盖上尊亲之宝呢？这必须请示啊。那我们看慈禧怎么答复的。请旨：匾额应否签用宝文，奉旨无庸签用，钦此。哎，慈禧说不用签，他给取消了，轻而易举。慈禧呀，这句话啊，这个可不得了啊，就使得本来很孤寂的惠陵就更加孤苦无情，就使得人们，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人们来到惠陵的时候啊，都知道这惠陵啊是绝户，没有孩子，你看人都有尊亲之宝，他没有，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所以我们看这个惠陵在位置上，在建筑上，真的都非常的孤苦，非常的孤独。同治帝惠陵动工之时，恰巧赶上慈安慈禧的两座陵寝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同治帝的惠陵和惠陵妃园寝以及慈禧慈安四座陵寝同时修建，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对于国力已经走向衰落的清政府来说，财政上无疑不堪重负。慈禧裁掉惠陵的一些建筑似乎也合情合理，然而让人费解的是，裁减惠陵建筑的同时，慈禧却要对惠陵妃园寝的建设大肆铺张，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缘由呢？这慈禧太后，你看对这个惠陵啊，裁掉了一些个建筑，啊，神道也好啊，石匠生也好啊，打出的口号是什么呀？是节俭。但是啊，慈禧两个标准，双重标准，他一方面大肆裁减惠陵的建筑规制，裁神禄，裁石匠生，另外一方面呢，却啊不怕花钱，不怕费事，来营建另外一座陵寝的建筑，啊，做了极其豪华的设置。这个建筑啊，就是惠陵的附属建筑——惠陵妃园寝。我们说，你把主要建筑都裁减了，那一个附属建筑，你干嘛那么奢侈呢？我们先看看它怎么设计的。妃园寝着天明楼、方城、宝城、地宫十券，天台十五供一座，其余照旧。这慈禧说的呀，要把这个惠陵妃园寝
添加这么多建筑，还不仅如此啊，还要建东西配殿。那么按照慈禧这样的设计，那可不得了了，这座飞檐寝就会成为清朝所有飞檐寝中的老大，无出其右。你说当年康乾时期啊，尤其是乾隆时期，那么奢侈建的那个飞檐寝都没有太师武功啊，所以慈禧如果按照他的这种设计，那这个惠妃园寝那可是最高级最高级的了，那跟皇后陵没什么两样，你方城明楼也有啊，啊，不过就是瓦的颜色由黄色变为绿色而已，这多高级呀！哎，你看这慈禧是省钱是费钱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这里面将来要埋葬一位慈禧最中意的女人，那就是惠妃。这惠妃当年被慈禧看上了，她是凤秀之女，富察氏啊，她和同治皇帝的中宫皇后，当时的阿鲁特氏两个人竞争皇后啊。那慈禧看中了富察氏惠妃，看中她了啊，想用她来这个做中宫皇后，但是当时慈安不同意啊，儿子同治皇帝又倾向于慈安的说法，所以这个惠妃失败了，她没有能够成为中宫皇后，而只能屈居妃子这个位子，做了一名惠妃，失败了。我们说这件事让慈禧出不来气呀，啊，那名义上是这个惠妃失败了，实际上是自己失败了，那慈安胜利了，所以她耿耿于怀，一直记恨这件事情。啊，那么她就在这个啊惠妃入宫之后啊，慈禧呀，想办法弥补惠妃啊，总在想方设法将来有一天要取代阿鲁特氏，就鼓动他呀，所以啊，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慈禧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第一啊，他破格晋封惠妃的位子。我们说这个妃子晋封这件事儿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以晋封啊，但是也没有慈禧这样的呀啊，慈禧居然啊给他破格晋封。就在同治十三年皇后还在位的时候啊，皇后还活着呢，慈禧居然把惠妃破格跨格由妃子直接晋到皇贵妃。我们说这个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做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后宫之中虽然有皇贵妃这个位子，一般虚而不设，一般没人设，因为呀他的位子太高会给皇后造成心理压力，说如果皇后活着的话这个位子根本就不封。但是慈禧触碰了这个啊底线，是故意的啊，是要威胁他的儿媳妇阿鲁特氏。其实啊，慈禧这样做就是想争一口气啊，当年我败在了慈安手下啊，这个我儿子不听话，让他来当皇后，委屈了我的这个惠妃，所以呀，就这么过分的做了这些事情。这也难怪要把他的这个陵寝的规制设置上这么高啊，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慈禧是负气之后的行为。但是你慈禧这么做，王公百官能干吗？社会舆情能干吗？所以啊，慈禧把这个设计方案一公布，当朝议论纷纷，文武百官啊都不服气呀，凭什么呢？啊，这还有天理吗？那堂堂的大清皇帝的陵寝的规制都给缩掉了，却给这个小小的惠妃的陵墓给设置了这么高级，大家议论纷纷啊。慈禧呀，在万般无奈之下，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啊，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几个月呀，在光绪元年7月23日，慈禧被迫下令所有现修飞檐寝，前经谕令添修宝城、方城、明楼及台十五宫紫罗圈墙均着撤去。哎，全部撤掉了，回归正常啊，当时那种疯狂没有了啊，惠妃呀空欢喜一场。惠陵的建设印证着同治帝与生母慈禧之间的是非恩怨，
有学者评价说，同治帝短短十九年的人生，既是有幸也是不幸。有幸的是，他出生在帝王之家，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不幸的是，他虽为帝王，却是傀儡，生活在母亲慈禧的阴影之下，连婚姻都无法自主。那么，对于生前并不如意的同治皇帝来说，死后又会有怎样的境遇呢？我们看这慧陵，无论在这个位置，还有建筑上，都给人以孤独、孤寂、孤苦无情的感觉，毫无疑问，啊，很孤独。可是让人欣慰的是啊，墓主人同治皇帝他并不孤单，因为有很多亲人陪伴在身旁，啊，比如啊，有他的父皇咸丰皇帝的陪伴，他并不孤单呢。我们说咸丰皇帝那是同治皇帝最亲最亲的人了，父皇嘛。那么给同治皇帝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啊，这一年的七月呀，咸丰皇帝病入膏肓，行将不治，啊，在这个时候，他拉着自己儿子的手，年仅六岁的同治躺在这个父亲的怀里啊，咸丰皇帝啊，伸开自己骷髅一般的手，啊，嘱托自己的儿子。心里是百感交集，啊，因为自己呀就要去世了，就要把这个烂摊子，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呀，这么大一个担子压在这个小孩子身上，他能盯得住吗？啊，所以泪就下来了，啊，那么这种感情，这种行为，同治皇帝啊记忆犹深，啊，所以到最后临终托孤的时候，那小皇帝啊。一面是惊吓，一面是记忆深刻呀，这种父子之情让他永生难忘。所以这个咸丰皇帝的啊，这个埋葬东陵的这个定陵啊，在这个同治皇帝的旁边，这个小皇帝并不孤单，有父皇在呀，啊。那么第二啊，他的母后就在东陵，他并不孤单。这个母后不是慈禧，他对慈禧呀，有一种叛逆心理。是谁呢？是慈安，慈安是他的嫡母啊。那么他对慈安啊这种感情非常深厚，他非常信赖于他。所以你看当时选皇后的时候，人家没有听自己母亲的，而是和慈安是一个形态一个意见，我就同意选阿鲁特氏做中宫皇后吗？他甚至于和慈安商量要除掉母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在同治八年的时候啊，和慈安商量，那么慈安呢就给他出主意，说你要想找这个胆儿大的人呢，那就一个人，山东巡抚丁宝桢，他胆儿最大，他能够帮你完成这个大事儿。那丁宝桢果然不负众望，当安德海呀招摇过市，路过山东的时候，丁宝桢把他擒拿正法，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出来，这个啊同治皇帝是最信任、最信赖。他的嫡母慈安太后，你看慈安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有他的陪伴当然不孤单了啊。那么第三，有自己的中宫皇后陪伴更加不孤单。他的这个皇后阿鲁特是我们知道这个和同治皇帝感情是很好的呀，你说阿鲁特比他啊这个大两岁啊，就像大姐姐和小弟弟一样，他非常照顾同治皇帝，所以同治皇帝喜欢他呀。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阿鲁特氏非常有才啊，您说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更为重要的是啊，会左手写大字，左手写书法，那个字写的那个好，所以呀，是一个典型的才女。所以你看这个同治皇帝，他虽然是不喜欢学习，成绩不好啊，老让自己的母亲责备，可是他却喜欢才女，啊，他的这位中宫皇后就在他去世之后75天，也自杀身亡，等于是殉葬了。那么在光绪五年3月26日，啊，也与他一起葬进慧陵地宫之中，真的是生前啊两人相爱，死后能够同穴啊同时安葬，这能感到孤单吗？
另外一点值得这个提的就是，在惠陵旁边呢，还有一个人陪伴着他，那就是吏部主事吴可读。我们说这吴可读，他只是一个六品官啊，这主事是六品官呢，他怎么会和同治皇帝扯上关系了呢？这件事啊，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吴可读啊，他是甘肃兰州人啊，道光30年进士。这个人呢很耿直，所以他官当得不快，但是啊他很爱管闲事儿。他看到当时慈禧太后啊没有给同治皇帝选择子辈接班人，而是选择了他的弟弟，让光绪即位了，很气愤啊，所以想上折驳斥，为同治皇帝证明啊，但是他不敢呐，那级别太低，你上折子有人看吗？啊，所以他决定要找一个机会，机会呀就来了啊。那么光绪5年3月26日，同治皇帝永安大典，就是要放进地宫当中啊。当时慈禧率领文武百官由京师出发，浩浩荡荡来到惠陵啊。经过繁文缛节之后啊，同治皇帝、阿鲁特氏两位的棺材进到地宫之中，算是永安大典了，把石门关上，把墓道封气，啊，慈禧鞠了个躬，就率领文武百官回京而去，都走了，东陵陷入一片沉寂之中。但是啊，有一个人他没走，这个人就是吏部主事吴可读。这个吴可读啊，他不敢在陵寝里面徘徊呀，啊，而是出了陵寝，出了陵区，到在陵区的西边冀州。就是现在的蓟县呢，在那儿停留下来，到晚上的时候啊，他住在了一个废寺之中。他要做3件事儿，啊，第一，要写一封奏折，给谁写呢？给慈禧上书。啊，他白天看了，你看这惠陵的碑匾上都没有签章，啊，都没有签上光绪尊亲之宝，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他思绪沸腾，决心上书。为同治皇帝争名分，他说呀，啊，如果啊将来光绪皇帝生有皇子，那应该是同治的儿子，啊，给同治皇帝争名分呢，啊，他说了这么样一件事儿，啊，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啊就是写了一封绝命诗，啊，他认为呀，这个折子上去之后，那慈禧一生气还不杀了他吗？那与其被人杀掉，反而不如自我了断。于是他在墙上写了一首绝命诗，啊，要自绝生命，写了一首诗啊，啊。那么第三件事儿就是养药自尽，啊，拿起一杯药来就喝了，啊，毒死了自己。这个吴可读真的是非常的愚忠。那么吴可读去世之后，奏折啊倒在了慈禧手中，慈禧一看，果然大怒。啊，这吴可读怎么干涉我皇家事务啊，如此无礼。但是慈禧转念一想，这吴可读他也是一忠臣呐，啊，他这样都为了谁呀，那生命都死掉了啊。转念一想也很感动，于是慈禧批准了吴可读的奏折啊，说可以吧，就按吴可读说的办，批准了啊。吴可读在天之灵也应该欣慰了。那么慈禧还批准了吴可读另外一个要求，我们看吴可读还有什么要求？未出冀州一步，即非死所。啊，吴可读说了，说我死之后啊，一定要埋在冀州，就是蓟县这个地方。啊，出一步那都不是我的这个葬地。这么样一个要求，是不是很苛刻了？吴可读什么意思呢？吴可读的意思啊，就是我要忠于同治皇帝。我要葬在惠陵的旁边，免得我皇孤单啊。这个慈禧啊一看啊，居然批准了吴可读啊这个要求。这就是同治皇帝孤独的惠陵啊。那么同治皇帝去世之后，光绪即位，光绪处在王朝末路，他的陵寝将发生哪些故事呢？下期见。